大家晚安。他不觉得我今天看起来很乖吗？就是那种学生，还是其实完全没有？今天史努比的玫瑰，现在呢？外面，Hello， 事故，哎呦喂啊！地震了 ，Hello， 现在外面在开 party， 没有错，外面现在大家很开心，我们订了披萨，然后还有蛋糕，蛋糕是我很对刘晓晴的生日 party， 我们刚才在玩那个手机，耳机传话，超好笑。耳机传话，我们真的是超不会传话的，好好笑。Hello， 大家晚安，现在开心的哟，你好看，这个很可爱，很谢阿光的行李箱。反正那个蛋糕很好吃哎，是我同学自己做的，因为之前疫情期间的时候啊，是我那个同学，他就很喜欢做蛋糕。然后疫情期间的时候，就说他们两个，因为他在演，他想要开蛋糕店，所以他在研究如何做出一个完美蛋糕。然后呢，他就，但是他做了很多实验品，然后他是一个不吃甜点的人，他说他吃甜点只吃一口，就吃味道好不好而已。他说吃第二口之后，他会开始觉得就是不想吃了这样，但就是只吃一口。然后他做一个甜点，说哈这样子你要丢掉，太可惜了吧。然后说不然怎么办？我说送我啊，这样对，只是拿试作品给我们的那个同学。然后我就跟他买了蛋糕，他原本没有想要收我钱，但是呢就是不行，还是要收一下钱的。我说哈，这样给你拿起来很怪耶，还是得收的吧。是因为小晴她的生日愿望之一呢，是她想要吃她想要吃巧克力蛋糕。这是她的生日愿望之一，是在生日那天吃到巧克力蛋糕。所以呢，就跟我同学说，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个巧克力蛋糕？很好吃耶，我们刚才在外面吃呢，她觉得好好吃哦，这样子，因为他做的巧克力蛋糕是不甜的，是有点偏苦的那种巧克力蛋糕，很好吃，有点像冰淇淋的那种感觉吗？不知道。然后下面是小花饼干的感觉，超级好吃的啦。我们来听个歌吧，我们来看看什么歌可以听的。看我们的 Spotify， 随便听，那个 Daily Mix， OK。总之呢，现在外面正在开心的开 party。黑巧克力版本我不知道，应该是吧，但是反正就是很好吃。好喜欢哦，但是我现在吃超饱的，满足，大满足。今天是小解放日，明天开始继续减，明天开始继续减下去。我已经很久没有吃那么饱，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好不容易想要给自己放个假，哦，真的超生气的，是我昨天呢好不容易想要给自己放假的，想说哦，减了。减肥减很久了，然后说今天放个假。然后呢，就是我们附近有开一间新的咖喱店，我就说因为我看那间看很久了，就想说我今天想要吃那间咖喱店。结果呢，我就回来的时候，然后那间咖喱店没有开，那间咖喱店没开。然后想说没关系，附近有一间店也蛮好吃的，就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吃那种饭类，我已经超久没吃饭类，我真的很久没吃饭类了。其实，因为我今天是吃披萨，就是没有吃到饭。然后我已经很久没吃饭，我今天想要吃饭。
然后结果我就想说，哦，附近有一间店也蛮好吃的，结果那间店都没开，这两间我想吃的店都没开，我想说，嗯，好吧，宿舍已经到了，就上去吃我囤积的沙拉，只能吃沙拉，我就要怒吃沙拉，我就好生气。然后看到张爸爸，张爸爸我很生气，他说你怎么了？因为我不是那种会生气的人，他说张爸爸我很生气，所以我吃沙拉，气到吃沙拉，吃草吧你。然后呢？哎，然后什么？我要讲什么？完蛋了，我忘记我要讲什么。哦，说到升起这件事情，就是呢，我之前我不是开了一个问说，大家想要五岁的王一家，还是五个王一家？但是五岁王一家还，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莫名其妙被 cue 到，就莫名其妙。而且我昨天去公司，就前几天要去公司，然后公司人全部就一直问说，欸，你要五个王家还是五岁王家？就是那个工作人员姐姐每看到一个人就问一次说，你想要，所以我去公司我就一直听到我的名字，一直听到说你要五个王家还是五岁王家，就是 每看到一个人姐姐们就问一次说要王家，反正我就一直听到王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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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啊，怎么了吗？谢谢米草的信任谢草跟一封信。但是我跟你们讲，想也知道是五个王一家，我跟你们讲，五岁的王一家真的超级可怕，五岁王一家真的超可怕，不是普通那种可怕。大家觉得我现在脾气应该是算蛮好的，就是大家都没有看过我生气，然后我的叫什么，就是我其实真的不会生气，我是真的不会生气的一个人，就是可能会难过啊，或者是哦，但是难过好像也不会，就是我应该算是一个蛮偏正向的人，就是也不太会很丧气说嗯怎样怎样，就是我会想说嗯要再振作起来，就是很像那种大家看的电影的那种女主角说，哼，我不能再这样下去，我要努力振作起来，就很像那种人，就是我就是那种人，是私底下也是这种人，就是不会说那种哦好丧，但丧气也不是不好，只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但是我就是一个偏没有情绪的人，我是比较没有那么情绪的人，所以我就是我已经不知道几百年没有生气了，我觉得也是一个没有可以让我生气的东西吧，就可能大家会觉得很生气的东西，我就觉得嗯还好啊，就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好像嗯还好啊，就这样子，对，会记住，哎。怀怀，你不要自己 cue 好不好？是不是想让我自己提什么东西？正向可爱的人都很常读的，怎么会是你留言这个啊？怎么会是你来留言？然后呢，反正就后都可以都被我气光了。我想，哎呦，已经不稳了，下了车感觉好。就是讲不过别人，我就会开始哭，那种真的是讲不过。现在还卡吗？有你的冲动，现在是卡了还是好的？我应该也 po 过吧，我有 po 过五岁的照片啊，就什么抱企鹅什么之类的。五岁的脾气算什么？哈，但是还卡哦，现在还卡，那我换这里的网络看看。剩两秒，卡五秒。这些网络终于了解，现在如何？我现在换到这里的网络了，是一样吗？一样卡？真的假的？给他五分钟，
给他五分钟的时间。卡爆吗？但是外面很多人呢、欸，外面大家很开心在开趴，不忍心让他们停止说话，我不能让他们停止说话。身边卡爆吗？赛瑞现在可以吗？哦，重进就顺了，好，大家可以重进了。Yes， 就是呢，我印象最深刻，我一个生气的是，我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在气什么、欸。谢谢赠予的行李箱，我真的不知道我在气什么，就是我就把自己锁，大概五岁吧，不知道，反正就很小，我就把自己锁在我们的一个房间里面，然后我爸就想把它打开，然后因为我们是那种门把这样转，然后它是可以按一个键，然后它就可以锁起来的那种，就是按键然后推门，然后它就锁。然后我爸有钥匙，然后我就是把那个键，把那个按钮这样一直按着。但是我现在真的是不知道我到底在气什么，又卡吗？现在应该好一点了吧？帮帮帮，晚安，现在应该有好了吧？帮帮帮，顺头，可以的啦。所以呢，我的话一定是玄武跟我讲。我脾气那么好，自己讲。我脾气应该算。怎么又卡了？好像又好了。玩家平时是不是很吵？没有，我跟你们讲，我谢谢一晨的一封信跟夜空 sky 的行李箱，五个有点烦，哪里的歧视？就是我是一个，如果你不跟我讲话，我基本上就不会跟你讲话的一个人哎，我会安安静静的在旁边做自己的事情。五个一家太难招架。还好吧，我平常算是一个很安静的人哎，我自己觉得啦，就是我是一个不会想要去太，我觉得是不熟的话，如果我们是不熟的人的话，因为总要有一个人主动吧，就是如果你想要跟这个人交朋友的话，你一定要有一个人主动，然后如果对方不是一个主动的人的话，那我会去当主动的那个人，就是我会主动说但是呢，如果我们两个已经熟了之后，我就会变成一个很安静的人，就会变成你如果没有想跟我讲话，我就不会跟你讲话的人。我们两个人之间只有沉默了，没有错，所以我就不会很吵啊。所以我跟玩家不会很烦，真的，我觉得我跟玩家真的是一个很棒的选择，虽然还是很可怕，而且这一切都是假设性的东西，完全不会发生，这一切都是完全不会发生的东西。要有很嗨的人才会交流吗？基本上就是要有话题吧，就是有什么事情要讲的话才会讲。台语 echo 太重，我平常也比较少吧，跟成员们不太会讲台语。但是有时候听到大家说就是什么你讲台语什么之类的，也是蛮难过的啦，就是想说啊，不行嘛，就是我们的语言感觉，但是这个。话题有点太沉重了。谢谢老沙的可爱海龟跟幻影战士的可爱海龟。要开口讲话就不会讲话，没有错。我跟一下可爱成员，哇，你太会说话了吧！太会说话了吧！
继续深情默默看着你不说话，你也会这样看着我？不会啊，因为不会想要让你把卷浪，但是如果你握手会进来，就是想要静静的讲话的话，我也是可以配合。认错人是这样吗？最不喜欢当薪水小偷了，好吗？最不喜欢当薪水小偷。嘣嘣嘣嘣！不是一直把人晾在一旁不给尊重，说什么？都是可以沟通的、啊，大家都是可以沟通。好啊，现在呢？现在还好吧？是用眼神交对，我们用眼睛讲话，我们先用眼睛讲话。现在料理了花手的玫瑰，现在还卡吗？如果我在外面直播的话，如果你在外面直播的话，他们就只能聊你们可以听的话题。大家想说是什么话题，我们不能听。对不对？如果在外面的话，大家就只能聊一些，就是，最近是不是要 reset 线上公演了呢？哦。真的耶！对啊，如果在外面的话，我们就只能聊一些。多发探查，现在如何？现在如何？主播回来了。现在可吗？我刚才去问高音爵的房间，但是高音爵的房间好像也很卡。在第二个会不会再卡？好刺激哦，好刺激哦，怎么那么触机啊？一直讲话的那种。瞬间移动吗？我要瞬间移动了，太困难了吧？好啦，可以了吧？可以了吧？应该可以就好。希望现在还可以，希望以后也还可以，希望一直都可以，希望我们的关系一直都可以。现在变成新鲜柠檬的可爱海龟，可以了吧？超实用，现在网路就跟第三首歌一样，可以。谢谢咚咚咚，我的掌声鼓励一个啊啦啦，可爱海龟，跟来挥手的玫瑰，可以了吗？大家可以了吧？而且我现在在想，就是我们的 MC 要怎么用会比较有趣。MC 的部分，我现在很紧张，我现在就已经开始在紧张 MC 的部分，哇！好，没有，我们可以。我想要带那个音效罐头音效上去，就是放在那个侧席，然后说然后按一下，谢谢 Gag 的真情告白跟苦一鼠的玫瑰，
我带那个罐头消神上去好了。你也好紧张，我也好紧张哎。有留言区吗 ？KKTix 有留言区吗？收音收不到，没有，就把那个音效放在麦克风上面，这样按一下，然后哇这样子。对，我看到罐头音效撑场怎么样？没有鼓掌一下，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实力了。大家可以看见我尴尬的实力，举在电铃度我就哔哔等等。全体安静。哦，有留言区吗？是有留言区的吗？我不知道哎、欸，其实我也不知道，有留言区吗 ？KKTix 有留言区哦。会有五个一家紧张，会有五个一家尴尬吗？哦，KKTix 有留言区，那么好，那么酷。我们看不到，我们看不到留言，我还要拿一个手机上去。他说开始念大家留言，就是好像也不错，我们就拿一个手机，然后 MC 时间开始。谁谁开始开直播的概念？哇！谁谁谁说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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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谁谁说了什么什么？谢谢，谢谢你的火箭，还开始送礼物，哦，这样还不错。谁谁谁说爵哥娶我，爵哥不要娶他。那我觉得，哎、欸，其实好像也不错，我们就拿一个手机上去。哎、欸，那个谁谁谁。哎、欸，你是没有礼物吧？应该就我不知道哎、欸，我连有留言区这件事情都不知道。不要在留言区吵架，不要在留言区吵架，一直吵。谢谢开心的一封信，没有见。美社姐，还是我们就安排几个装脚在底下啊哈哈哈哈这样子，我们安排几个装脚在下面，好像还不错。送礼物还是浪或是一起？对，不会啦，应该不会送礼物吧？大家都买票进去了，大家都买票进去了，还送礼物？我这一卡了，你妹妹是吗？嗯，还不错，还不错。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啊？这样 ，staff 不用顾场，应该想喊空，大家开始在下面喊啊、哦，好可爱哦，这个画面，这个画面好可爱。双脚觉得太烂，手心不小，好难过。哎、欸，我之前 MC 的时候都超紧张的，因为我们那个摄影姐姐，她很严格，她就是坐在很中间的摄影姐姐很严格，每次讲一下话都会看，我第一个都是先看她，我都是先看她有没有笑，因为她让我觉得很害怕。所以如果她有笑，代表这有成功。然后他脸很臭，就代表这个东西很无聊这样。然后每次都很紧张。但是呢，上次他笑最开心的是风铃草世家的时候。风铃草世家是他笑的最开心的时候。六行可以啊。之前是粉丝的。他有笑过，他有笑过。那个拉长一点的耳机，决战打字速度不错不错。风铃草是家新上市，他是指标，他是指标。那个姐姐吗？那个姐姐很强。有笑过，就是。笑话那就是真的好笑，但是如果是你们笑，然后那个姐姐在那边臭脸的话，我就觉得啊完蛋了，大家一定是笑给我，就是表层功夫，就是让我不要那么伤心的，可以突破这个高点。又卡一波，怎么又卡？大家一直都是礼貌性的笑吗？是这样吗？对啊，粉丝非常的为我着想，我真的非常的开心。姐姐旁边加镜头，视角一切视角一就看到，知道哇好开心，然后切下视角一说，哦，这个姐姐没笑，这样子，又卡了，
但是那个姐姐离职了，那个姐姐反正没有办法切视角仪了。哎，连我的电脑都卡是怎么回事？我的浮标直接不能动。哎，你活着太好了。哎，我连电脑都卡爆。对，姐姐已经毕业了，姐姐已经毕业，而且我们的办公室会有那个，因为之前我是有做愚人节的 staff 生写真吗？不是有一个 staff 生写真，然后他们就把印成一根扇，然后贴在我们办公室的墙壁上，然后如果我就是把那个扇子翻一面，好有仪式感哦，超级有，早夜不稳好烦哦，可恶，就是超级有仪式感的。新的衡量标准，但是我不知道新的姐姐，因为新的姐姐还没有公演过，有印出扇子，就对，还有扇子，然后主演的时候就是放一面这样，哎，是扇子的正面是照片，然后背面是名字，然后名字还有中文跟英文的这样子。然后原本还在上班的时候就是放照片，然后如果主页的话就是变成名字。那时候工作人员还有几个人来，我们就不谈这个话题了，有点感伤，反面有点怪怪的吗？拿 BU 姐姐当做指标是不是也很不会笑？什么意思？你知道 BU 姐姐都不会笑吗？BU 姐姐会笑吧，怎么不会笑？他人那么好，他人那么好，怎么不会笑？给我一点回应。日上公司仪式很多，对，也是那种很呛的仪式。我一面的你，线上公演见，希望大家可以有空的话，可以来看我们的线上公演。并且都不太想哦，他可能是觉得在大家面前要严肃吧，就是比如说他在宣布什么事情，或者是应该我觉得是他在当他在，比如姐姐是冷面笑这样，应该要让扇子带翻面的话，以后现在会哦，这些人是这样，但是其实我有点不确定现在是怎样，因为前阵子的话还是反面的。要是我也不想对你们笑，要笑也要对成员，不要浪费自己的笑容是吗？谢谢开心的一封信。他听到会在身边降临，听见缅怀心灵。这些工作人员姐姐是。嘿嘿嘿，哎，我的真的直接挡掉，为什么？嗯，太怪了吧？算了，不理他了，一直挡。以后我们也会在上面吗？我们的那个，哎，我们真的有一面墙，是贴我们的那种名牌，就是呢，那叫什么？我们好想。826的那场活动，那场活动叫什么？好想见到你是吗？就在旅展的好想见到你活动，我们不是有自己绘画，自己手绘名牌吗？我们不是自己手绘的名牌吗？然后我们公司就有一面墙是贴了大家的手绘名牌，很棒吧？只是跟心情哦，以后你们就那愚人节哦，又卡了。Hello，Hello， 哦好，只有有参加愚人节生写真的那一批工作人员姐姐们才有。会哦，在动漫展有卖吗？我不知道，我没有去动漫展。就是呢，我们就是有一面。
抽的名牌就是那个时候一起住，是名字，然后上面有花，下面有花这样子。但是我也很想画华丽一点，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笔，我们那时候住旅馆，但我们的笔就是这样。没有拍照出现过，因为就是在公司的一个角落，好像平常也不会拍照。对，我们公司还有一面墙是放各个活动的那种宣传海报，就从一大用之前，然后见面会，就是像我们的，比如说 mini concert 啊，或者是 reset， 我们每次的 mini concert 不是都会有个那种正方那种图案，比如说什么。来见我们吧，或者是只有夕阳没有惊喜之类的那种设计，我们就会有印一张一张正方形的，然后我们贴在一个地方。学校有教授名牌，哪天消失就表示哈，哈。老婆之前公司有一面墙是万人冢，上面是有离职恐惧名，天哪，太可怕了吧，太可怕了吧，好可怕哦，妖兽。今天进去就是一直卡是吗？我重新回来才会不卡。这么多里程碑，对啊，就会这样。哦，从一单到现在，哇，也已经经历了快要三年了，很快。加上 TP 的话，其实我们已经快要四年了。哎呦，好快哦！从高一我，而是之前离职的同事们。好酷哦，怎么那么酷啊，好刺激哦，真的很刺激。摆上克里公司照，哇，那个真的很刺激耶，那个真的是蛮刺激的，不错不错。摆上克里公司照就会看见大家这样。我觉得我现在最好看的公司照是三单的公司照，那面墙应该蛮大的，嗯，蛮大的。历代公司都在你们手机里面，为什么还是不稳？一直不稳，虽然这好像是蛮合理的事情，虽然不稳好像已经是蛮合理的事情了。可恶，可恶，算了，断个哦，对，因为我刚刚开了。我刚刚已经有开到26分钟了吧，一直好卡，太困难了。但是大家在外面聊天聊得正开心了，就跟社会，你说我的直播就如同社会一样动荡吗？700看起来说，哦，真的耶，对，就是728那次也是在房间里面。拍不好，最后就跑去客厅播。看起来已经回不去了。跟大家分享一件今日份的开心。今天我吃了芋头冰，好开心哦！芋头冰，而且有一个超级诡异的事情，就是我是用那个外送系统芋头冰。不是披萨，芋头冰，一个超鬼的事情，就是我是用那什么外送系统订的，然后我就先看一下有没有免运费嘛，然后就看到他有一个宣传优惠说，哦，你只要输入这个关键字，就他有一个序号关键，你只要输入这个关键字，而且他说不能跟别人什么不能跟别人说嘛，什么之类的，他说你只要输入。就什么减少40%，最高可以减少100块，对的，最快少100块，199不是耶，99元，99元就可以。然后就想说，但是因为现在拿外送平台，它只能绑卡，就只能绑卡，因为现在要推动那种无接触嘛，就是你只能拿卡，不能拿钱。然后哦，好，居然没有。
就是没有用。他说你的这组优惠序号没有达，没有什么，没有达到标准。然后我就看一下我手机，说嗯有啊。我说诗雨，你有这个广告吗？然后他说嗯没有哎、欸。然后我就在问高云姐说，高云姐你的有吗？他说没有。然后我就哈，而且我也不是新用户。然后我想说嗯。那用我的看看呢，然后诗雨就借他的卡让我绑，然后就是我之后再删掉，我就先付他钱，再付诗雨钱。然后呢，结果这样可以，而且还少了100块，就是免运费之外，然后又有优惠，然后说，所以我用很便宜的价格订到了芋头冰，然后我就嗯，为什么，嗯？我账号被停权了吗？我账号被停权了吗？我说嗯，太诡异了吧。哎，不可以哦，真的哦，是台南的关系吗？好酷哦。哎呀，我想不是吧，没有吧。我说哦，太酷了吧。没有，他是，而且那个广告还是没有，是他的软体里面自带的广告，就是可以在那边滑滑滑的那个，可以滑滑滑的那种广告，不是那种广告，不是那种外面的广告，是软体里面的广告，就是你点进软体，你就可以看到那种。但是哪吒是我是新手吗？是我是没有点过，所以。真的是很酷哎、欸，这种东西莫名其妙，莫名其妙。然后他提醒我，切勿相信来历不明的储值消息与管道。大家有看到吗？浪浪温馨提醒，切勿相信来历不明的储值。他在提醒我吗？他在提醒我吗？切勿相信，不是啊，因为那个是，关键词就有了，那个是账号里面，而且现在呢，提到关键储值，打储值就会有提醒哇，广告说嘟嘴就有优惠呢，哦，真的吗？就这么好酷哦，好有这种关键词，怎么那么酷，好棒哦。说到这个关键字，大家知道，现在还是要帮忙打一下广告，毕竟我们还是捷运的代言大使。就是呢，现在呢，捷运 Go App， 台北捷运 Go App， 现在有一个 Custom 的抽奖活动，只要大家只要点进捷运 Go 的 App， 然后你们就可以答题，而且回答题目都是很简单的那种。今天的答题好像是什么？什么？现在大家都最喜欢是什么乐园？然后一个是儿童新乐园，然后另外一个是青苹果乐园，这样。就那种，另外的答案永远是你意想不到，嗯，青苹果乐园，这样。一个是儿童新乐园，一个是哦，是青苹果，就正确答案是青苹果。然后反正你就回答正确之后，你就可以抽奖，就可以抽什么买一送一或者是什么小优惠之类的。那就可以抽 Costco， 我们的捷运 Go App 打一下广告，优惠券在手，哎什么？捷运 Go App 在手，优惠跟着走，老板看过来，老板看过来，今天还要友善时光，对，今天还要跟大家讲，我前几天看到全家一个。地瓜也很喜欢丢冷冻库，然后出来是冰心地瓜，而且听说冰就是丢冷冻库的地瓜还比较熟，它好像会破坏什么东西，巴拉巴拉，反正好像热量会减少，如果丢冷冻库的话，很开心哎、欸，很开心哎、欸，然后丢冷冻库，然后超好吃，那个泡芙超级好吃，没有，我今天也抽到买一送一的，我昨天没抽到，
我昨天抽到什么什么加饮料什么的，我又卡了是吗？又卡，一直卡，这么一直卡嘞。现在谢谢蔡亚马逊逊的可爱海龟，谢谢咪手的可爱海龟，怎么一直卡一直卡，微卡。反正呢，就是我觉得好多东西都冷冻库都好好吃哦。谢谢咪手的应援棒跟李猴子的应援棒，谢谢，真的很开心哎。谢咪手的应援棒跟 TT 红的枫叶，感谢。谢谢，现在是听到我讲话吗？现在蔡亚马逊的掌声鼓励跟阿华的应援棒，前应援棒跟咪手应援棒，怎么突然的应援棒大战争？是因为太卡了是吗？卡到只能送礼物，卡到只能送礼物。现在李猴子的可爱海龟跟阿光的应援棒跟勇的应援棒，现在应援棒，现在是卡到只能送礼物了是吗？好好笑。重进生一波，哦，会回首，要开始回首，哇，好好玩哦，要开始回首了。谢谢咪屋的带我走，卡了就送礼物。谢谢东东东我的应援棒跟弗拉斯的应援棒，太酷了吧！谢谢勇哥的嗨起来应援棒，嗨起来，坐我的我现在准备进入咪屋时空。无名石头，迷雾莫名其妙会哭，厨子，切勿相信来历不明的厨子消息与管道哦。下有这么晚，下一片金黄。谢谢 River 的应援棒跟 TT 应援棒，答错了，我们准备进入无名时空，没有错，这样没钱，因为一直卡就一直送啊。是这个道理吗？这道理怎么有点怪怪的？现在压好多崩图，我的图怎么会崩呢？我的图是不会崩的吧？现在是顺的。现在我现在是播那个 Spotify 帮我的 Remix。可以念红就好是吗？谢谢逸晨的应援棒。TT 是不是是一个直播主？然后我一直念他的名字。哇，谢谢永格的红包，这是永格的心头贴是吗？永格的心头贴。天过得怎么样？谢谢红包，黑红包，好开心哦。成龙要口水，你说只叫他膝盖帮吗？欸，那个膝盖帮谁？应该很多人吧这样叫。谢谢阿光的音乐棒跟传统玫瑰跟啊纯酿酱的玫瑰跟阿光音乐棒，感谢成龙只念前面说谢谢膝盖帮啊，真的假的？怎么那么酷？成龙好酷，他是一个很酷的人。我最近很喜欢一群人。我最近都叫运运宝贝，然后他就说怎样，运宝贝，我好想你哦，这样，运宝贝，该改名叫帅哥咪手，那我可能还是只会念咪手，只能只叫你膝盖帮，那我要叫你什么？国术肌肉粉吗？国术一家神腿，那我以后叫你一家神腿，开启另类话题，宝贝癌。音宝贝，然后小婷在旁边说：“我意意 CP， 意意意，哎，对我们两个是意意，我们两个在一起就很有意义，好开心哦。”没事，一秒震惊，没事，一秒震惊，震惊。就会变得很有意义，好好笑。云家，因为会觉得很傻眼，我关云家什么事情？现在就是意义，
瑜伽平原。谢谢傅伟强健的行李箱跟蔡马轩眼睛，也这种卡哇伊，好好笑，卡哇伊，怎么那么好笑啊？好有趣，好喜欢哦。对，哎，我很意外，就是而且大家都是响两声就接，太快了吧？原来我的人缘那么好吗？想说哦，大家居然都会接我电话，像我都没有在接别人电话，没有啦。谢谢傅伟浅真的玩手礼，真的是蛮讶异的一件事情，就是哦，居然连续三个人都接了我的电话。你要把肌肉放跟一家神推拔掉，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一家一点都不边缘，没有，我觉得是那种突。怎么？是不是公司有什么事情要联络我之类的？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因为有时候，但是其实还好，就是哦，我在洗澡，哈，你在洗澡，下属人最忙，就算洗澡也要接我电话，没错。但是因为我跟绵绵算是蛮常聊天的人，我们都在聊神之相，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看完一集，我们就会开始讨论大家的演技。而且我们也不是讨论剧情什么的，我们就是开始讨论各个演员们的演技，很好笑。我们在说王世贤老师真的是太会演了，他的一个眼神就很厉害，厉害，不愧是老一辈的演员。郑宇的真情告白，而且王世贤老师就又是歌王，然后又会演戏，然后他之前又是踢足球的，太厉害了吧。什么把同学名字换成冠普老师的吗？是这样吗？太突然了吧！哇，上面有加，我没有加冠普老师的 LINE， 好像没有联络过。一下又拍什么企划了？陈志香好看，对，好看。现在开心的枫叶，太棒了。真的太棒了，边缘是商业设定。没有，哎，真的不是商业设定，就是我们有一次要排一个 pose， 然后那个就是一排五个人这样子，一排五个人，然后就是自己 free 的 pose， 然后我们原本就是自己想，然后老师就说，哎，你们可以两个人两个人，两个人两个人，或者是你们可以有一些互动啊，这样，他没有说两个人，他说你们可以有一些互动啊，然后我是站在最右边的。然后就是五个人，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开始想 pose， 然后这两个人开始想 pose， 然后我就在旁边在自己想 pose， 然后猫头猪老师看到说，你们这样子一家很可怜嘞，说你们这样子一家很边缘嘞，很可怜嘞，然后我旁边那两个人就说，哦，对不起对不起，然后我们才三个人一起开始想 pose， 太可能对吧，就说不是商业设定。太可怜，就是对，连老师都看不下去了，说太边缘了吧。就大家是五个人，然后两个人受到这个人世间的一丝温暖。是又开始卡了是吗？但又开始送礼物了，又开始卡了吗？谢谢阿冠音乐棒跟 Miso 音乐棒跟普拉斯可爱海龟跟七月可爱海龟跟 Miso 音乐棒，是不是又开始卡了？他就要开始送礼物了。一直进出就是卡了，好。是。这么多人聚在一起聊天的感觉，因为大家平常也不会都在客厅，就是大家比较常就是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然后刚刚是大家一起在外面聊天，然后这里是我、哦、又卡了，大家开始送了，现在 Miso 一元棒，弄弄弄，看好你哦，看好你哦，看好你哦。那我要吃那刚好突然想到我的
直播报告还没讲，直播截图。Hello， 大家好 ，Hello。Hello， 我来外面播了，我被强制关播两次了，辛苦看。外面彩的，这里，哎，我的那个红色，哦，是这个，哦，是这个。真的超难听。Hello， 寿星在这。这个好难听哦，这个超难听的。而且这个超惨的。他们说你好吵，你好吵的吗？你好吵的，很晚。不脆啦。我帮你捏气球，然后会爆掉。啊？我直接把它拿出来，好可怕，我超怕气球的。那很有可能算了，不搞了。还是你直接蹦，然后他们要布置这里的时候，然后你弄爆气球是吗？对，难怪地上有。对，那我还捡不起。不要再五个亿家了，五个亿家要出现几次？真是五个亿家是什么？五个亿家是什么？就是他们，对他们庆生会，就是有一个默契大考验。然后姐姐就出题说，你要五个亿家还是五岁的亿家？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我。陈奕轩五岁的亿家，你说我的浮夸演技吗？难怪他们都走。哦哟，真是的，然后我电脑还在等，怎么这样？我有很多个颜色，好好开心哦！大家经过这次的直播都选了五岁一家吧？太过分了吧！用粘土可以收获，你们确定吗？你知道五岁一家在吵着吃什么吗？马卡龙。五岁以下都炒着吃那么高级的食品，哎，就是我现在反而没有欲望，你知道吗？我的欲望都在小时候用掉。就是我小时候很看到，不知道经过哪里，反正看到什么广告，然后看到马卡龙，好想吃马卡龙，然后马卡龙超级贵的，马卡龙超贵，然后我就叫爸爸卖马卡龙给我们吃，然后我们就爸爸就买，他说好贵哦，原来那么贵。不是，我们是那种超贵的马卡龙哎。然后就然后现在长大就已经不好意思买那么贵的甜点。还是嘛，小时候的我是不是没有啦？台式马卡龙现在很好吃哎，现在觉得台式马卡龙好好吃哦。而且这个超难吹出声音。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宝贝！谢谢。生日快乐，宝贝！我刚才跟他说，我跟林依雨是意义，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才会有意义。对吧，依雨宝贝，这可以。我们两个在一起才会有意义。好好笑，
我跟刘晓晴在一起有疫情。我们在一起的疫情，但是我们在一起又不一样了。不能是情谊吗？我们在一起情与义耶，就有意义了。我们有意义。还吃不出来？小心翼翼，对，我们是小心翼翼，好好笑。不能有情谊，不行，我们只能有疫情。情和义值千金，好像很文言。哎，现在嘉义下超大雨，我看到好多照片，就是一堆人回报灾情，什么淹到脚踝啊，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个下水道的车直接泡在里面，超可怕，家也淹太大了吧，好扯。哎，我这样退的话，我的手指会这样卷出去。算了，不玩。撑不过去。又是意义又有情，是又是意义又是有情有义。哇，在讲什么？在讲什么？再吹就要十一点分，还不够吗？还不够吗？台北今天超扯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今天出门就是有带雨伞，然后呢，我就出门的时候是我们宿舍这边有下一点小雨，但是我去跟我同学拿蛋糕。然后在宿舍这边有下一点小雨，然后但是到我跟我同学约的那边之后就没雨了。然后因为我上次跟我那个同学出去有下雨，然后他没带伞，然后我就说你今天有带伞吗？他说我怎么会带伞？因为他说我是基隆人，他说基隆人都不带伞的。我说哈，我说基隆不是每天都在下雨吗？怎么会不带伞？他说就是因为每天下雨，所以你从基隆来台北之后。就是基隆在下雨，那雨伞是湿的，但是你来台北是大晴天，然后你拿一个湿的雨伞走在路上就会很奇怪，然后想说有要在意别人眼光在意成这样吧。反正他说基隆人不是带着雨伞就是在车站等别人来接送，就是带伞就不带伞。那我说哇，那你很勇敢耶。然后结果我今天就跟他拿完蛋糕之后我就回来嘛，然后我们宿舍这边也没有下雨，就是整路我都没有碰到下雨。然后我就回到宿舍之后，他又传讯息给我说点点点不要这样耶。然后想哈怎么了吗？我没有给他钱吗？我有给他钱啊。我想说我是忘记什么吗？然后说哈怎么了？然后他就 po 一个下超暴雨的影片给我，然后说然后重点是他没有带雨伞。我说哈还敢不带伞？还敢说是基隆人啊？嘉义市固定有个下水道，每次下雨必淹水，但已经好久没有淹那么大的感觉了。我是蔡妹妹会带伞吗？她是一个会带伞的人。基隆的孩子不怕雨，那基隆人不带伞到底是什么诡异的逻辑？谢谢开心的玫瑰，真可爱。玫瑰，我决定我要那个了，我要强制关机了。我先把我电脑强制关机，不然它不是，我强制关机之后他说滑动已将电脑关机，重点是我的滑鼠就滑动不了啊，我就滑动不了，他叫我滑动。啊，这样我要怎么关机？这样我要怎么关机？请问我要怎么关机？什么意思？滑动已关机，但我没有办法滑动。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不是一直按着就可以？虽然这样很伤电脑，但是它的滑游标就不见了。啊！拔电源什么？你直接把电源拔掉吗？按关机键十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有了！真的是十秒太久了吧？它真的要十秒是不是？
真的要十秒。哈，太久，我以为按五秒就可以。长按关机键。你睡着了，你又睡着了。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好想都给你。地上有很多这种，我们刚刚有拉炮，八时间到喽，十秒喽，我们刚有拉炮，然后我们的都是这种，哎，这个可以绑头发，这个可以绑头发，不在乎了，这样好看吗？当小说好看吗？好像还不错。哎，我的，我还是没有滑鼠哎，为什么？为什么？他不给我滑鼠，他不给我游标，我要再剪一个。这根红色好像蛮长的。红配绿，狗臭屁。好像蛮可爱的英语。圣诞节，圣诞节的圣诞节。还不错啊，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他是这样，有 feel， 啊，不错啊，不错，红绿灯的设计，哇，是不是要加一个，这样，这样这是怎样，贴在这里，红绿灯的设计，圣诞一家没错，谢谢变成新天柠檬的掌声鼓励，感谢圣诞一家。谢谢咪草的戳戳你。我饱，快睡觉了，休息一夜。喜欢吗？喜欢。他今天很久没有好好的感觉。今天是放假日，休息日。十二月升起，十二月升起抢先爆雷。原来这就是十二月升起的样子。其实好像不错，对不对？要不要跟公司见一下？自备道具。姐姐，我觉得这不错，这不错。我们要不要这样？然后拿着吹的东西。对，这样十二月升起。还是我们要一个那个生日月升起针。十一月的时候，我们十一月不是最多成员生日吗？我们都绑着。我们十一月的时候就可以一个成员生日月。最多成员生日的月份，十一月，那我们就可以办一个生日 party， 好像还不错。销量会很惨吗？你说绑这样销量会很惨？你们居然抹灭我的创意！谢谢米手啾啾你哦，可爱，自己变成圣诞树对。哈喽你好，我是一棵树。之前的圣诞节不是真的变成圣诞树吗？对啊，我就是张爸爸，张爸爸是树，张爸爸的身体是树干是吗？那个咖啡色，我是什么树干？哦，在身上缠那个金铜圈。嗯，你是什么？我是礼物。你是礼物，我是鹿哎、欸，而且我还连续两年都当鹿。我跟你讲，都当鹿。好像是，好像连续的。那个是不是裙子？第二年，我忘记了。哦，哎、我记得一个是 TTP Fest 的，哎，忘记了。第一年是树跟礼物跟麋鹿，对，各种，没有错。你是驯鹿，对我两年都是驯鹿。一家变成 B 款的道具，每个成员都有一家。我是道具之一，就是洗液的时候，我在旁边，后面摆一个，说今天是他生日，他说，
成员，波特友的粉丝也要强制收到我的生写真啊。应该是那个十一月的生日成员都要站在后面一排的，人体背景，对，人体背景，然后站着嘛，站着嘛，人很多，这样我拍生写真每天都要去，有点累，但是为了便当，可以免费便当。我跟你们说，生写真的便当超好吃，超好吃，超级好吃，好掉下来了。我点的便当，玉林想吃什么？健康餐，健康真的是健康餐，真的是健康餐。没有，但是因为是有一间，真的，我姐姐问我玉林想吃什么？你想吃便当吗？我说我不想吃便当，那你想吃什么？健康餐，就真的是健康餐。但是因为他们原本想要订一间超级好吃的便当店，但是因为那间便当店。就是那个时候没有营业，对。嗯，健康餐。平常便当，平常便当超好吃啊！平常便当更好吃啊！现在欢迎战士的应援棒，指定一家半生麻油大头家里。你这样子，你把应援放哪里？你把应援放哪里？还有很多哎，还有熊美啊！现在开心的要你好看。好笑，我们就。十一月的生写真，我就站一排十一月生日的成员在后面，太多人了。我在后面，人体背景，然后就笑到脸都很尬，很尬。用 P 的，用 P 的，要笑很多人。对。那前面要摆什么 pose？ 哇哇哇！然后后面，好好笑。放我心里面，放在你心里面，其他人放你心里面，我不能放在你心里面吗？这个蛮可爱的，下来下来，太尬吧 ？Aki 还有谁？什么意思？你还有谁？我还有谁？我只有你。哇！我们之间才有意义，你加我才有意义。有意义，好笑哇！用 PS 在后面用透明的，你就我们几个成员 PS 上去。我们每次办生日会永远是最多人，就是永远不用请嘉宾的。对，我们自己就够自己主持了，也不用请主持人，也不用请嘉宾，已经够对，已经够多了。谢谢李猴子的掌声鼓励。那个甜甜圈的味道一直飘过来，但我很饱。草莓味吗？但我很饱。这是什么口味啊？不知道。哎、欸，好像草莓。哎、欸，好好看哦。好好看长得是怎样？你看，不是很好看吗？还是你觉得还好？旁边那个到底是什么？它好粉哦！哎呦，它好粉、哦。草莓好像是刘晓晴要吃。它是大红色哎。对啊。它冷呢？好好看哦！对，你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你。谢谢阿光的掌声鼓励。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就是我跟上次我不是发了 CG40 的 pin 吗 ？pin 上，我跟他交换了 line， 好开心哦！我好像有多肚子。你好，好多肚子。我好多肚子，我有一个吃主餐，一个吃蛋糕，一个吃甜甜圈。哎、欸，蛋糕我吃，我后来把思雨的吃完。哦，哎、欸，思雨没吃完，思雨吃不下。哈哈小晴就吃完了，小晴吃完了，好棒哦！我坚持寿星要自己把自己的蛋糕吃完，多辛苦。他的特别大，四分之一块。哇，他超大了，他一半的时候，我就看着林允说：“好饱。”不行，寿星得要自己吃完。然后他不接受，然后结果人家给他就说。哈哈哈，好好笑，寿星的要自己吃。对，寿星的要吃。对，我们用英文沟通，我们都讲英文 ，English this。这白色的到底是？它很漂亮啊、欸，这个甜甜圈。因为他说他在学唱《哈西贝 Pink》，太可爱了吧？啊 ？CGN 的一个成员。哦、我没有跟到前面。I see that pinky, be a challenge I know.
应该有大份，我们留超大份给寿星的。我们是一个蛋糕，然后我们先切，我们先切四分之一，然后再对等切，我们就是切了八份，然后小晴吃了四分之一块。大家知道多辛苦？就是小晴是四分之一，然后四分之三我们其他人分，再分，对，他四分之一，然后四分之三再切对半，切对半，还是一个人吃了四分之一，太开心了。痛苦面开心吗？巧克力蛋糕哎、欸，很好吃啊！对啊，很好吃、啊，这是我的生日愿望，巧克力。耶耶耶！按下那个尴尬按钮。对耶！呜！我们说我要把那个把这个东西带去公演。大家好，我是 AKB48 的 Team P 王一佳。因为之前我听到，然后我们这个在录不同的那个 catch phrase， 然后就是录大的声音，就是三个只有我，卡哇伊就按一个这个，那你要买很多的，然后先放在地上，各个成员有对一个。大家好，我是王一佳。用彩的，彩按钮，好好笑，不同成员可以对一个，好像还不错，一个也不贵嘛，对不对？神秘手的幸运四叶草跟史努比的吉普的守护灵，这样很有创意对吧？很有创意。买了我们就一人买一个，然后我们要开始 MC 的时候，我们说等一下我们有些道具，然后大家就开始把那个东西放在大家的脚边。更像受到影响、哦、我们还要除了这个道具之后，我们还要另外购买麦克风，就是专门收这个罐头笑声的音。还是我们那个罐头笑声直接叫它连到那个音响那边，直接用设备收音，授权下面放一个 DJ 盘，太开心了吧，还要放麦克风下去，超累，超多道具，好好笑。哎，我的电脑还是没有，为什么啊？为什么？再试一次，这样一直强制关机是不是很伤电脑？是，但是它的滑鼠就。经费不够，对，真的不够。不是，今天是什么？瑞婷语音来电，我在直播呢，瑞婷，我在直播中。对，就是不接瑞婷电话，在直播呢，没有办法接的是呢。为什么不要把罐头音响直接从音控电脑放出来？这是一个好问题，我觉得。可以跟公司建议一下，把罐头的音效连接到音响。你接。该 iPad 哎、欸，真的没有哎、欸。嗯，为什么？你说排什么？为什么 ？Why？ 现在是八月，2021。八月。真的是奇美的口味。虽然不接电视，没有办法接啊！我的电脑也没办法接，我电脑没有滑鼠，我没有游标可以接电话，大家知道吗？我现在没有任何可以接电话的理由。有点神奇，你全部这样。让我来。因为混在一起。那个麦接不到手机，什么意思？转接怀。叫他打给柏林，没有办法，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叫他打给柏林，知道吗？我没有办法用电脑说，哎，你打给柏林，因为我就是没有办法，没有任何游标，没有任何游标。放着让我来，哎，我要看。你这样闻，你直接闻这整个味道，很酷吗？太混，直接闻会有那个失去食欲的感觉，就是全部味道混在一起。对，就嗯，好酷，会有失去食欲。酸酸的味道，酸酸的味道。这样闻还想吃吗？没有，完全。所以我刚刚把它关起来，默默合上，默默关起来。好笑。而且还有一盒那个，我忘记叫什么，马德莲，马德莲看起来超好吃，而且是茶味，我最近超想吃茶。太难，太可怕，太难听了，不要小心跳起来。你现在受心了，你为什么会吓受心？直接跳起来，我真的很容易被吓到哎、欸。
那个 birthday 又掉下来，真的。而且我给大家讲一个超好笑的事情，就是我们有一个零食柜，然后零食柜下面有贴一个符，是那个体脂退散的符。然后我们刚才在我们在切蛋糕，切到一半的同时，那个体脂退散的符号那个符咒突然掉下来。而且是刚好在要给小琴的那一块的时候，对，小琴给你，然后那个符咒掉下来。超可怕、就是！就是在说这题是什么吗？这题是什么吗？就是在说什么吗？寿星可能要小心体脂，那个符咒直接掉下来哦，挡煞。对，是挡煞，所以没事。哦，挡煞，所以本来有事，但因为那个所以没事。对，没事。哇，哇那很好、欸，谢谢你。是他挡煞了，就跟那个小拇指的。尾戒会断掉一样，挡下。我是不是应该也带个尾戒？那不见的话怎么办？不见的话有用吗？到我的尾戒买几个不见几个。为什么？很容易不见，是会拔掉是不是？嗯。但是洗澡不是不用拔吗？是吗？对，洗澡的时候不会拔，但是什么？可是就睡觉的时候，睡觉起来它就不见啊！真的真的，那是太大了，我也觉得就很松，然后就不见了。朗朗。整档哦，整档一次，所以要买新的。只能档一次啊！你档的太多了，所以要买新的那个符咒嘞。哇哇，不够新的体质，对，买一个，原来只能档一次。封印玻璃。我白天回去，明天可以就去我们那么节省吗？吃啊吃啊，可以吃，可以吃啊，可以吃啊。你看你今天也不差这个。我原本今天说不吃晚餐的。我原本说。我们原本要订炸鸡，然后说，哎、欸，你要吃炸鸡嘛？然后我说，然后燕就说，哦，可是我不吃晚餐呢、欸，因为他昨天吃太多了。然后我说，哦，那蛋糕呢？他说蛋糕可以，我吃蛋糕就好。然后，但是今天我们订了披萨，然后披萨来了之后，然后燕说，啊，怎么办？我好想吃哦。说吃吧。燕开动了，好厉害。开动甜甜圈、欸，我想知道，你赶紧。这什么口味？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所以我就想吃什么牛奶。优格不是是白巧吧？看起来、哦、白巧的感觉。白巧是什么？它吃了酷酷的简称。你有吃过白巧吗？就在我前面不能放甜食，就各种牛排啊、主餐我都还好，但甜的就无法抗拒。无法抗拒，偏偏甜的是最胖的。蛋糕炸。对，蛋糕炸鸡热量差不多，所以要择一。如果是你吃了蛋糕，你就不能吃炸鸡。但是呢，蛋糕比炸鸡重要，这样子。安森呐、啊，硬的嘴骗人的，没有问题吧？怎么会有问题？它有三个胃，吃不出来，跟我一个圆，怎么捏一个圆？这是甜甜圈的味道，捏一个波体。那个波，一个叫波嘛，那个东西，这语言叫波，甜比较重要，对，对他来说，甜点是比较重要的东西。吃了都会胖，不如吃的开心最重要，对不对？最要找最大收益就是甜点。对，主餐可以不吃，甜点不能不吃。然后找我最佳手艺，谢谢米手的爱心小蛋糕。它是什么？就是你也吃不出来吗？有点淡，就是味道没有很重，就是完全。还是大家有看过这个东西吗？不知道什么口味。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口味吗？老板你要吃吗？大家知道这个东西吗？完全看谁知道这是什么口味。顺便把热量分给别人，刚好。爸爸这就要变胖，巧克力吧，就是巧克力，白色巧克力，是吗？但它巧克力味又没有那么重，应该是白色巧克力吧，是吗？糖霜，糖就是糖霜。嗯，什么口味？普通的，这个吗？嗯。牛奶，有一点牛奶的感觉，但我记得没有牛奮奶，我只记得就是白色的口味，我只记得它是有优格，可是这好像是新的，为什么是有点咸咸的，就是那个焦糖，
焦糖、哦、也没，好像也没有焦糖，奶油、普通的原味，哎、欸，有点奶味，是真的有，对，有一点奶味，然后打牛奶，吃不出来，再买一次，还有一个，看看那个叫什么名称就好了，对啊，收据，哎、欸，对，收据，收据没有，你会有吗？不会，对，收据只会有几个吧。收据会写甜甜圈，吃不出来你再吃一个。甜甜圈几个？哎、欸，吃不出来你再吃一个。还有一个、欸，再吃一个吧。不行不行，太胖了。嚼够了就不行了，嚼够了，我万一粘回去要唾液，好可怕、哦。重新组装。哇，来听。跟谁？是啊，是呀、啊，是呀、啊，他会了，太晚了吧，太晚了吧，三亚拜喽，怎么九零九零九九零三亚三三亚拜喽，九零三亚拜喽，三亚三亚三亚三。三日，怎么有点难听？三日家啊，我系用日家。你知道你的意跟他的意是不同发音？真的假的？他是日家，也是夜文啊！你好难念哦，夜文是吧？我看一下，夜文，夜文，啊、好，我是夜文，夜文，夜文。为什么？是因为字不一样。嗯，哦，你的意不是他的意，演议员，演文，对，演文，文，这样还吧？我妈跟我说，台语的生日快乐不一样，应该是因为那个吧，不能倒音，所以会变成祝你，我妈都唱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之类的。哇，好酷啊！对啊，祝你生日快乐，这是我妈，我妈唱的。祝你生日快乐，这是我妈的版本。有味道。应该是因为那个不能倒音吧，台语。对 Misho 的啊啊啊！叶果，娟爸爸，娟爸爸，这个他都很难念嘞。叶文，加油，新年快乐！三年快乐，就是新年快乐。三年快乐，三日，嗯，这是日加日，就是三日快乐，对，这是什么？生日快乐哦！啊，新年快乐是三年快乐，快乐是快乐。反正你一定会忘记，算了吧你，干嘛这样子？我快放弃我。算了吧你，你就念一念，然后再我来五分钟之后问你，就忘了。有道理。你要其他乐器没有？就这样，就是跟一般的生日快乐歌一样啊。祝你生日快乐，这个概念。算了吧，不要再玩我了。他喜欢打打火机，大家。而且这是他不会有表情，然后就会看他比较没有，因为真的蹲在这里，然后他在对面这样，然后盯着那个火，很漂亮耶，然后就听到张法法，张法法，不要再玩火，这是邪教吧，蛮可怕的。你的表情，又被一直被吓
到，不小心被吓到。现在在哪里？现在在好望角啊，好望角的民宿。你在干嘛？研究里面有什么？他超突然的，他就突然开始在做这件事情。不是，不是都这样玩的吗？有吗？你说然后叫的，然后超痛。我不是，不要，不然就。对，他们现在完全不知道我们在干嘛。你很像那个哪个？你很像那个数码宝贝，不是有一个？雪人还是怎样？谁？怎么你们要干嘛？没有啊，没有啊！你们突然安静很可怕。我刚才要讲现在状况，现在就是他把那个有一个圣诞帽，他把那个帽子……那不是圣诞帽，是 Happy Birthday， 生日帽，生日帽，生日帽跟圣诞帽不一样啊。圣诞帽，可以不要突然那么日吗？不好意思，他不讲圣诞帽吗？讲圣诞帽也是合情合理吧？那他现在把嘴巴要带进去，他把圣诞帽怎么样？放在这里，土拨鼠，跟你一样，土拨鼠，好好笑，可以了。孩子，你不要。可以，他现在就是把那个生日帽子放在嘴巴，变成那个鸟嘴。土拨鼠，我要反击。这样很难听，好笑，真的很难听。为什么会？知道为什么那么难听？没有理解。等一下，等一下。前面有吗？有，可以带三个呀！好可爱哦，太可爱了吧！哎，好像神奇宝贝是不是有一只是什么？对吧？好像有哎、欸，就是很多，就是这个，还是这两个？有一个皮卡丘，皮卡丘什么？皮雷丘，我看一下，我来吃。一定这样代购，他是这样子，这是什么代法？有啦，真的有。什么？什么？戴不起来。哎呦哎呦喂、啊！好奇怪，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在间接接吻。没有，中间有洞，不好意思。想太多了，好可惜哦，粉丝错觉，好可惜哦，啊、这个啦，也不是哎、欸，我原本想的是这样，我想象也不是，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你说魔哎，他什么魔强人偶？魔强人偶完全不像、哦，不是哎、欸，完全不像哎、欸，就是对墨剧那个演墨剧的那个，这个是防疫面具。哎，到他那个距离，安全距离。哎，我每天上节目就这样，大家都不敢靠近。想说有没有跟人说怪怪的？先戴一个口罩，然后再戴一个这个，大家就不会说什么，因为你有戴口罩。等一下你就想不到吗？想不到吗？我有戴口罩。超谨慎，超好笑。哎，小姐，小姐，你是不是没戴口罩？想不到，而且这样可以那个掀起一股防疫距离，就是没有人想靠近你，大家都会是看到就吓到退散，再开始的要你好看，想不到吧？好好笑，明明应该睡吧就，对，他没有很久，再讲你的肚子。
绍兴今天吃太吃很多，你们逼我吃掉那个蛋糕，把蛋糕吃掉，因为一年就吃一次生日蛋糕，当然要吃掉啊，对不对？很可惜耶。你去年吃十个，今年要吃二十一个。我刚刚没吃到。先不要，今年要减肥。今年吃了二十个生日蛋糕。这个其实证明他人缘很好，这件事情。一天吃三个，就是我也没有二十个人会揪我吃生日蛋糕，说谁会二十个人揪我吃生日蛋糕？没有那么好。大学同学全体记错日期。对，人缘没有那么好。这假如是 N C 哥，你说想不到吧？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要把你蛋糕吃掉！什么东西？会有记者在指挥中心发问，又要发问了，好好笑。商业边缘人，哎呀，不是这样的吧？不是这样的吧？一年不止吃自己的一个，真的，我们也不止吃自己的生日蛋糕一样，对啊，吃很多，都帮别人吃掉别人的生日蛋糕。好开心哦！好开心啊！嗯，好开心。搞下一个是谁？高云爵。你看那个生日是平日还是假日？下一个是高云爵。干嘛？是星期三，一个超超尴尬的时间。什么意思？星期三感觉很适合庆祝哎，不好意思，因为星期中间嘛。因为小学的时候星期三都会都什么点心日什么之类。哦，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一，星期一。我们要说云爵星期三，星期三。哎呀，你们喜欢平日过生日还是假日过生日啊？嗯，我蛮喜欢平日过，如果是学校的话，就是去学校让大家帮我庆生这样。暑假再也没有人庆生，对耶，有我们呀，耶！没有耶耶，真的很开心哎，我第一次开派对，对，还有气球派对。算是我辛苦自己扯，哎，嗨，把它扯掉了，是，对，你很顺手，你把我刚刚才说完我很辛苦的把它吹了，然后你就把它扯下来，嗯，我真的是，我还弄爆了，欲哭无泪。啊，其实还蛮好看，胶的，哦，但它蛮黏的，所以爆了几个，哦，有看得出来。总感觉都是圆圆的那个，我很辛苦的，嗯，好笑，是那个气球的下缘，好笑。暑假仔没人庆生，真正有朋友的话还是会，这样讲是不是很伤人？是，因为有我，我一定会跟你一起庆生。对，我们一定会，我们一定会一起吃，我们一定会一起吃同一个蛋糕。对，好开心哦！每年都是同一个蛋糕，好快乐。但是去年蛋糕超好吃的。去年什么？我忘记了。一个塔吗？对，但好像是塔类，但是很难看的，但是很好吃。这长得我们有点吓到，是切起来很难看。对。就是因为它是塔，所以很难切。然后我们就越切越丑，像刚刚的那个那个塔，然后就开始四面八方开始碎裂。我们后来直接挖，对，我们直接用汤匙，就直接放弃了，太难了，直接挖来吃。就是越来越丑的，对。因为还要分姐姐，就是因为太大块了。可是要分姐姐一定要切，对，一定要切漂亮一点，然后就超丑，切得很可怕，好好笑。水果哦，对，是水果塔。然后是超好吃的水果塔，只是有点难切这样。看透人生，难怪没人帮你庆生。真正有朋友的话，就算是暑假还是会有人帮。好坏，是不是太难过了？太难过了。所以还好我不是暑假，因为这样就会有。嗯，因为你有朋友啊，所以就算是暑假还是会有朋友。哪有你我们呢、啊？对啊， yeah. 好开心哦！你还有平日，我还有公司，有可能平日，我还有公司会帮我庆生，还有你们哇！那、啊、你们有被整过吗？生日？还有你们，有昨天零时零点零零时零分的时候，有人突然把刮胡刀放到我整个我这是什么？现在 Miso 的好忧伤，去年也是被哦，好像没有，是真。
练习教室关灯吗？对，吓死我了。但我觉得练习的时候很容易被恐怖，当爬爬，当爬爬那是超可怕的。飞机前干嘛要教练？对，当爬爬那是真的超可怕，是他生日，然后就说张爸爸，你回去有练习吗？然后就超可怕，然后我们全部就。那我还想说，我今天跳明明就特别好。我们走的时候还看着张爸爸，我们其他组的人想说怎么了？因为那天好像是音组跟潮组都有练习，对 对自主练，然后就被叫过去。我早上不好，状态不好，我自己知道，但是之后练习是好的。对，然后他就说张爸爸，你都没练习哦。然后叫我公开道歉的。对，说张爸爸你要不要道歉？他说。超尴尬，超尴尬的，就我有想过，但是音组全部太严重了，然后好好被叫过去，也不敢乱讲，就在那看，那赶快走。然后就有人说，可能生日，圣诞，好像是生日哎，赶快走好了，好像是生日，好好笑。生日，不用怕生日啊，好好玩哦，真的。哦，你小心哦，你小心哦。好好玩的，你小心哦。可是也就那几招啊。对，我觉得哦哎，还有什么呢？看即时感。没有，去年还是我们就跟公司传统说，哎，我们今年因为疫情关系，我们生日会取消。然后当天的早上11点说，英语现在要出门。经典出门，这不是惊喜惊吓了。现在办生日会，粉丝都在现场等你了，快过来。流程怎么办？你猜不过来，但是大家在等你耶，十分钟内来哦。可是好可怕，搞不好现在就这样搞。可是去年林依云生日那天也是英主要帮他们办，然后我们就买了蛋糕，然后我们想说，因为整人都那几套，所以呢，我们就打算说。哎，大家都没有提这件事情，然后把生日蛋糕放在某个地方，他会不会觉得那个蛋糕就是他？他直接无视，根本没看，没兴趣，不是，他根本看不到，他看不到。他放在一个饮水机前面的桌子，然后那天有人，对。然后我也不会走过去，因为有其他人在，我根本不会走过去。我们就先放在这边，然后我的那个摄影机都已经设好，就放在那边，我们就在那边等，然后等，然后就这样直接经过，然后说啊怎么办，他进去了，然后先放冰箱，先冰箱上，然后又拿出来，哎林雨你刚刚看到，就是过了整个自主任结束之后，就默默的把蛋糕拿出来，林雨你刚刚有看到这边有？没有，你知道他真的是有经过，他有经过那边，然后再回来，完全他就是完全。他不是无视他，他是完全没有要再看那个桌子的意思。他经过了，但他不看，他看不到，好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看到，对。但是后来你提醒我的时候，我有看到，对，对，然后才说林雨，你知道这里有个蛋糕吗？我说哦，那个，这样啊，是啊，那是生日快乐，哦，生日快乐。好好笑，好好笑，每连看都没看，好好笑，寿星不在的生日会，好像还不错，放的太对，给你5分钟时间化妆，那天刚好对，刚好公司其他人，所以不会特别去看那里。那你还有被整过吗？好像就没有了，大家的生日平平淡淡的过。我试过就是班上同学生日，然后不是国小国中都会喜欢就是。一整天都不理他，然后放学再我觉得那个超无聊的。对，然后我们就决定说，就是一整天都不理他，到最后还是不理他。是有，真的有。我国中的时候有一次，就是另外一群，不是我们这群，另外一群不理那个寿星，大概3天还是太久了。是霸凌了吗？超厉害，然后那寿星都超难过，而且我甚至。生日过还是不理他，有余韵的。那一周的礼拜五才祝他生日快乐，太久了吧？超坏的，那真的超坏的。这个好难过，这个超厉害。我突然想说，20岁生日不要这么凄惨，不要那么戏剧性。是不理之后想说，其实不理他好像也蛮好玩的，好像还不错哎，那不错，那就这样下去吧。好像蛮安静的，这会有阴影，真的好可怕哦！天哪。只想要过个普通的生日，对，平平淡淡吃蛋糕，这样子。
三天超级久哎，生日前后半年都可以庆生。半年干嘛开庆？哎、欸，我们现在开始庆，可以吃甜甜圈。我们还有三个月。耶！祝你生日快乐！耶！祝你生日！把这十年的生日先过完。这个反正是放在这里，我们就大家轮流庆生，一次过五个生日、啊。还是我们今天就先拍照，然后我们十一月的时候就发张照片，都先拍完，对，都拍完这样。然后我们当天就不用拍照，我们就发这张照片，好像也可以，还不错。我们待会要不要拍一下？我们就囤到十一，还被拔掉，线被拔掉而已，还可以。今天有生日的，每天都可以庆生。那只有那个吧，2月29号的不能庆生而已，有点难过。谢谢意大利的玫瑰，对，我们先拍起来。Miso 几号生日 ？Miso 生日跟韩寒同一天。3月15号。加起来 ，Miso 的香槟 LV One。谢谢 CQ NK 的祝福，祝福大家365.25天生日快乐。对，那个是什么？为了明年先做准备，没错。旁边很热闹，今天是热闹的宿舍，反正就是那个蛋糕那个结束了之后。哦，就是你没有，看起来 Miso 的香槟，是吗？对。一个很可爱韩寒，另一个什么？另外一个也很可爱啊，的佑轩。因为你根本没听到。那个很可爱的佑轩啊，大家都很可爱。我走过去了，穿着一家圣诞 T， 没错，而且我真的很喜欢穿我的圣诞 T。现在开心的真情告白。因为我会不知道那是在整。太呆了，不小心按到，不好意思，让你破费了。太诚实了，根本没发现是在整。他根本对，他根本很可爱，就是整了跟没整，他的心境都是一样的。哦，哦，所以，哦，所以这是我的生日蛋糕。哦，好呆哦，好可爱哦！谢谢 CKOMK 的吻手礼，跟开启的真情告白，都当随意，当随意很棒，我也都当随意。三有生日的人，每三个人就两个人很可爱，有道理。是哪两个呢？谢谢小艺的玫瑰。玫瑰，玫瑰，嘟嘟嘟嘟。乌咪圣诞梯还没拆封，怎么已经快一年？我要出新的圣诞梯喽！我要开始充电了，大家。哎，不是充电，对，因为我的电脑电力不足，不然就出来了。看到什么讲什么，我要开始设计了。我要开始设计我圣诞梯，而且我已经想好了。我已经想好圣诞条，也是一个今年是走可爱风格的，今天是走可爱风格的圣诞题。一个是韩寒，另一个是栗子，应该还不能说是谁呢？好好奇哦。流放，现在没背面了，对。但是呢，今年的设计我觉得蛮酷的，会蛮酷的，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就是一个蛮酷的设计，对 T 恤，对圣诞 T 是 T 恤，对。硬要接你的话，对 T 恤。外面那件不是可爱，那件也是可爱风，但是这一次是不同的风格。酷东西，去年这时候也是这么说，对吧？但是也是很可爱啊，就是。你觉得有超越去年吗？我觉得是差不多哎，不同的风格，不同的风格，但是我觉得都很棒，又酷又可爱，酷倒是没有，酷吗？好像没有。透露格会是什么颜色？是颜色的部分，我还在想哎，我还在想要什么颜色，但是我想不想要黑色？因为我想要彩排的时候可以穿，所以应该不会是黑色。五个五岁一家太可怕了吧！既然圣诞节就决定是五个五岁的一家，哇！印哎，好像也不错，就印五个五岁的头在上面，算了，不错啊，自己缓解尴尬。粉红色吗？背面要写，背面不是不能吗？
一家色还是平衡色？什么意思？你讲这句话就不太对了，你讲这句话就不太对。但是要设计给自己也可以穿的啊，黑色彩排，而且那个不是看不到人，不是，等一下，不是看不到人的问题，是那个画面感的问题，好吗？怎么会看不到人？还是看到？对，我以彩排为考量，我以不能穿深色衣服为考量，所以应该是会是偏浅色的衣服。但是白色的衣服真的是蛮容易脏的，而且我又是一个蛮会弄脏衣服的人，我自己觉得啦。小时候，我现在已经不会，我之前很常就是那种白色衣服，大概穿个两三次，我就会哪边多一个污渍，污渍，这样子。我小时候比较常会弄脏衣服，现在比较还好。我长大了，把去年不是去年不是被退稿，去年是被我自己退稿，就是我自己觉得还可以设计更好。去年是被我自己退稿了，去年都还没有投稿工资，但是我真的觉得那个还好哎、欸，那个我觉得那个就是很呛，就是很像五岁小孩。没有，五岁小孩应该也不会画成这样。就是很那个，就是一个很呛的画风，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就是粉丝会买，但是如果对我还好的人就不会买了。我这次我想要设计的是大家都会想要买的衣服。那个灵堂先不要，先不要。谢谢 Miso 的幸运谢草跟行李箱。还是要5米，有跟大家讲，这次还是有5米的，还是有5米的，大概每年都会有吧。还是我这就画，就画那个我穿着圣诞，画一个我，然后我穿着5米的圣诞 T， 就是我穿去年圣诞 T， 然后明年的圣诞 T 是我画一个我穿着去年的圣诞 T， 穿着前年的圣诞 T， 然后再隔一年的圣诞 T 就是我。穿着去年的圣诞 T， 穿着前年的圣诞 T， 穿着大前的圣诞 T， 然后就会无限循环。大家看到就说：“哦，这是哪一年的圣诞 T？” 这样子，层层时空炮回，还不错吧？这个蛮酷的。然后就大家出来就说：“哦，你穿的是哪一年的？你穿的是哪一年的？”这样，哎，你的里面有我的，不用想了，天才是不是？这个是很天才的一个想法。小鹿美框一下，不会跟你们讲，不会。乌米太小了，失败是这样吗？还是我就画乌米穿着，一直继续下去？这个不错，你确定你会买？你要确定？哎，好像差不多了，差不多了。IG Story 这种，对，我要出一个 IG Story 这种风格。大家可以跟我说今天的。榜嘛，因为我不知道，我今天重开了三次，我不知道今天的榜是什么。因为开了日榜啊，日榜。但是我开日榜我会当掉哎、欸，我的手机会直接爆炸，没有那么可怕。穿越时空，如何判断今年是哪一年？就是看相机，没有错，没有错。现在洛瑞穿着可爱海龟，阿光可爱海龟。本周榜没有，就是只要我跳掉这个网页，我就没有办，我就会当掉。好看，怎么了？手机好看，怎么了？Miso 开心你有，那 Miso 要交作业吗 ？Miso 无线 T 想买吗？无线 T 想买，不是这件，你想要买无线 T 是吗？自己圣诞 T 哦，你是哪一年次的？谢谢大岛先生的看好你哦。你不用，还是你不想交作业？我把它是名好，那我们念一下排名。第一名是 Miso Kokei Apricho， 谢谢 Miso Kokei Apricho。第二名是开心 Kokei Apricho， 谢谢开心 Kokei Apricho。第三名是邻国 Kokei Apricho， 谢谢邻国 Kokei Apricho。第四名是永格 Kokei Apricho， 谢谢永格 Kokei Apricho， 感谢。然后哦，第五名是史努比 Kokia Drizzle， 前史努比 Kokia Drizzle。第六名是 River Kokia Drizzle， 前 River Kokia Drizzle。第七名是 CKUMK Kokia Drizzle， 前 CKUMK Kokia Drizzle。
第八名是哦 ，Gek Kokia Drizzle 鞋 ，Gek Kokia Drizzle。第九名是战鱼 Kokia Drizzle 鞋，战鱼 Kokia Drizzle。第十名是富维 Kokia Drizzle， 谢谢富维 Kokia Drizzle， 谢谢。是吗？是 Gek 吗？谢谢杨雄的一封信。帮你唱生日快乐歌给小晴，好。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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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耶、yeah. yeah. yeah. 这个尴尬小恩，对，大家会觉得唱生日快乐的时候很尴尬吗？不会啊，大家一起唱就不会。有这个就不尴尬。对啊，嗯、这个不是消除尴尬案，消除尴尬。好，这个好适合公演带去。尴尬的时候就按一下。寿星在，他就寿星在坐在那里，会不会很尴尬？不会啊。是不是要以后就是放一个计算器在旁边，滋，有一个声音替代？有想过小晴的感受吗？小晴生日快乐，耶、yeah! ！那大家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今天大家到前面参与我的卡卡直播，没听过不尴尬的。开始担心公演 MC 尬吧，我们会加油的，对吧，法法？加油！加油！加油！对，被店家请很尴尬，我就好好笑，每次跟店家。就是跟店家讲，基本上就想吃他的小蛋糕，就是没有要他帮我们庆生的意思，只是想吃蛋糕这样。好，那今天跟大家讲晚安啦，大家拜拜。红鸡肉饭晚安，嗡嗡一昂鸡肉饭晚安，飞镖鸡肉饭晚安，米手鸡肉饭晚安，派的鸡肉饭晚安，米手鸡肉饭晚安，杨雄鸡肉饭晚安，葵鼠鸡肉饭晚安 ，River 鸡肉饭晚安，飞镖鸡肉饭晚安，开心鸡肉饭晚安，九蓝鸡肉饭晚安，林果鸡肉饭晚安，战宇鸡肉饭晚安。洛瑞家家鸡肉饭晚安 ，Gek 鸡肉饭晚安，蝎子 B 之 B 兔鸡肉饭晚安，李猴子鸡肉饭晚安，米屋鸡肉饭晚安，咚咚咚魔鸡肉饭晚安，夜空 Sky 鸡肉饭晚安，老沙鸡肉饭晚安，张明鸡肉饭晚安，飞镖鸡肉饭晚安，全家鸡肉饭晚安，华鸡肉饭晚安，小鱼鸡肉饭晚安，果树鸡肉饭晚安，你还没看过草组 reset 啊？好好，我们就会加油的。谢谢佳美丽的可爱海龟，到坚强交放晚安，西安交放晚安，阿光交放晚安 ，YC 交放晚安，小强交放晚安，勇哥交放晚安，傻鹿交放晚安 ，CQMK 交放晚安，阿迪亚交放晚安，恒恋交放晚安，七月交放晚安，嗡嗡一昂交放晚安，冠交放晚安，普拉斯交放晚安，该差不多，古早会交放晚安，燕交放晚安。咚咚咚！交放晚安 ，boss 弹幕是交放晚安，玉交放晚安，还在保张明交放晚安，浪里回首交放晚安，傻傻交放晚安，你有看过吗？开心，安交放晚安，别谢谢你们，交放晚安，阿康交放晚安，老沙交放晚安，好的，大家晚安，国素可以期待 MC， 我们会加油的，好的，大家晚安，礼拜三见，无事沙尔。